头丝，各逢姐姐还不打扫准备。两字全家为师礼，夜年从正上清廉啊，行坛言得老成人，黄堂之下愁思燕啊。老相公，方才京师传来任命文书，调往华阳安府都未知何日起程，待老身把行装检点。夫人，淮阳离此非远，且后移交清楚，自当早日扬鞭。春娘，去书斋请陈老师。有请陈老师。请上座。春娘，请小姐出来。好啦，老爷。两厅台前莲羞映，半屋花随送。众女游春，非礼教所去嘅。老相公，你成日咁讲礼教礼教，你见嘛？女儿眼中有泪啦。丽娘，不如请老师陪伴你去游园吧啦。因为佢白发苍苍，亦未曾到过回林香园。老大，嘿，我唔去啊。书中都有话啦，秀女郎闲斗草，下为老子不归园啊！最识做人喺呢次啦，阿老爷，等我陪小姐去啦。好好，阿春娘，咁你就陪伴小姐游园，早去早回啊！
快相春句得噶，小姐，不如打下千秋吧啦。好啦。哎呀，好咯，小姐而家打紧千秋，等我自己周围玩下啦。春香，春香啊，啊，春香去咗边啊？小姐，小生柳梦梅拜见啊！啊，小姐，我已在拜庄前，点解你仲半句都唔答我，仲遮住个面呢吓？还归淑女，自负千金之躯，寂寞荒原，嚟不见陌生之下嘅，放彼此素昧生平，宁可不以善遮面。小姐。人若同你曾会见，你快啲离开把线。好难啊，收起去把我眼前。小姐，所谓佳人应有至贵之夫，淑女凌慕鸾凤之配，唉，你又何苦诸多回避呢？秀才，我不回避又有何处？啊，好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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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小姐而家正正式式秋采我咯噃。
又何来见面缘呢，小姐？惜花事未完，落花惊醒难归女，再续渔夫待三年。胡乃花神是也，因杜丽娘与柳梦梅日后有姻缘之分，小姐由春相减，自使秀才入梦，扎花神
尊长色欲莲香，待我洒片落花惊醒于他便了。可怜梦被花惊啊醒，娇容啊更怯落花天，花亭有雅能遮掩，牡丹无尊半愁眠，我回头再看如花面，落花未去长相啊恋，长相啊恋，问玉真何日重梳我野令啊恋，重流娇花难重扯啦，小姐。秀才翻嚟，秀才翻嚟。咦，小姐瞓咗添，等我叫醒佢先得。小姐，小姐，哎呀，点解你手又冻，面又冻噶？哎呀，小姐，你为咩骤然之间花容惨变啊？快扶我入房啦！你快啲准备文房四宝，仲系我裁定一幅四尺长条嘅玉板算啦。春香，你拎埋个镜台俾我。小姐，到底你见过乜嘢会失晒常态噶？春香，我系咪瘦咗啊？你何止瘦啊？粉面儿好似张白纸咁色添噃。往日我夜艳轻盈，奈何一瘦自浅，伤春惊梦，唉，命难久矣咯。瘦骨难伸，纸上缠红衣孤秋怨咯。你哋快快快快些言医诊断啦！丽娘，丽娘，你快啲叫阿妈一声啦！千错万错都系游错花园。吓、啊？游错花园？春香、啊，到底你陪伴小姐游园有何所见？哎呀，老爷。
自在若飞仙，近岛分明似掩然，他年得望禅公客，不在梅边在柳边。娘亲，下一场借父母之恩不能尽孝了，丹青诗意内有玄机，今夕月落花惊闪而忘，原是难我一梦，悲惭躯莫报，幸功沙又处。爹爹，女，我死之后，刻将我葬在梅花树下。娘亲，啊，乖女，我死之后，遗下丹青，刻葬在灵台之内啦。老师，女学生后边一言昙花，不能再承陶你之教了。我七十岁人死了个女学生，哪处还有这么好吃好住啊？没的了，我明日就要前往淮阳接任，就将女孩儿葬在梅花树下，另建一所梅花庵观，把灵位安全。陈老师，你与石道姑妙苦三人就留在南安把香灯打点啦。还好还好，总算有一个着落，唔使咁惨啊。堕落明珠难合碰，且携家眷遭瓦扬鞭。真是过得快了，不经不觉阿小姐已经死了三年了，我都要去念酬经才行。爷爷小楼闻鬼哭，无端白白起也是守三年，倒足香灯长功过啊！哇，哎，阿妙苦，呢处系灵台啊，定呢个系妆台啊？烦心未了就唔好去做道姑，你做得道姑就唔好烦心道啫。嘿，陈差长，使乜大惊小怪啫？你知啦。出家人食嘅系菜根，饮嘅系清水，块面针吉都冇滴血噶，我又何妨淡抹胭脂红呢？妖孽妖孽妖孽，喂，快啲上去上灯啊！成日匿埋喺处，唔知系唱情歌，定抑或把梵经中啊？吓、啊，乜连灯都要我上埋咩？梗系啦！老太爷为咩事嘥柴米嚟养你呢个老东红啊？好，做埋佢又点话？人啊，出的路血脉细风里潮，念在
又长两地初寒，此夜更提我人间梦啊。开门，开门啊！啊，道姑，啊道姑方便啊，道姑。啊，原来咁靓仔噶喎，请入嚟坐啦，请入嚟啦，就算唔食饭都要照料你噶啦。啊，道姑，我系秀才柳梦梅，富士秋围，路经此地，能否许我在仙观暂住几天，待等风雪稍停之时再行走动呢？原本师姑暗叻。就唔住得男人噶啦，不过仲有南楼同埋东楼，你欢喜就即管住啦。啊，咁就好啦。第二个就唔得噶啦，你咧都可以破例通融嘅。你烂开，烂开啦！你烦心动系嘛？我就无管动咯，灵台又不是盘丝洞，此处不比是花丛，自门开比和尚用，庵堂等若老鸡笼。庙府啊，你早有诗还梦，老人难以扎痴笼呀。清净地不用人。可以俾男人住嘅咩？咁你又何尝唔系男人呢？我又点穷啊？我系七十岁嘅读书人啊嘛！嘿，哦，原来系老儒生，失敬失敬啊！仙寿晚生，寿彩柳梦梅一拜。冇你咁好气。圣人曰：不善养其浩然之气，亦能至于鹤发童颜。老先生既有鹤发童颜，可见得有浩然之气，真系可敬可敬。容梦梅再拜啊！请问道姑，吓呢位先生贵姓啊？你问佢啊，佢姓陈啊。哦，陈李张黄河，哈、啊，姓都姓得好过人噶噃，唔使讲啦，老先生梗系出于名门，蜀中望族，虽无锦绣之衣，亦有圣贤之相，啊，真系难得难得。寿梦梅三拜啊！柳梦梅点呢？老师，看你亦是孔孟之徒，何以落拓南安，闯入庵堂，有失圣仆嘅体统？唉，孔夫子都常有在尘之叹。老先生常在庵堂凄隐，柳梦梅亦难免有日暮穷途啊！秀才，你远道而来，你坐享处。我问你一句，你就答我一句啦。秀才，请请请。老师，请。秀才，我问你吓、啊，我呢世人啊，读书就读咗65年，哇，只系食过4年好嘅茶饭，更未曾有过一个秀才在我跟前三拜。啊！如我陈醉良者，是否学无所用嘛？哎，非也非也，老先生不为五斗而同流合污，最难得就是民穷而后功啦嘛。秀才，你真系我个知己咯，叹一句命啊也，待衰年何，忍不住终还老蛙女。情之阴人也在草堂中啊，我屡次失恋，秋意怀，谁问老道一世，受尽世人。
气啦，老师。潮水点后话用，岁月笑话送，人一远似一剑，任飘花凤。老余生节福节福节，哎呀，陈斋长，师姑庵又点能有男人住嘅呢？所谓灵台不是盘丝洞啊！多事干啦，妙夫，喂，你快啲翻入去念经啊！喺处做乜啊？翻入去啦！翻唔系翻，使咩学生晒啫？阿柳梦梅啊，老师，嗱，嗰边就系南楼啦。你最紧要临瞓之前拈香拜下东岳夫人啦、啊，望佢在天有灵有圣，保佑你他日之归南宫啊！哦，我记得啦，老先生。嗱嗱嗱，你呢度就系南楼啦，你入去啦，早啲唞啦，老先生，早唞啊！早唞。咦，阴风阵阵，禅灯闪闪，另有一派阴森的气象噃。好，等我点住香一拜东岳夫人至得。笑话香啊，那牙缘的钟。灵台附近的并无花枝，何以有片片落花凌空而下呢？下咦，啊，原来有幅丹青在此，啊，真系奇噃！呢幅画越睇越似曾见过面噶噃，究竟系边个嚟呢？下，哎呀，我认得啦！呢幅画像我在梦中见过嘅噃，唔通呢幅就是我个梦中人？咦，旁边仲有首诗添噃，好，等我睇下咋。近岛分明似掩然，远观自在若飞仙。他年得傍禅宫客，不在梅边在楼边。哈，呢首诗都几耐人寻味噃，好，等我挂起佢得。画中人似对我眉含笑啊，老煞无端风起乱灯啊花，叫一句话里真真，一念都无声无名。Sing a
姓无名，都不知如何呼唤，倒不如叫声姐姐罢了。唉，姐姐，阿姐姐，鬼使方魂能入梦，何妨半启纱窗去梦啊他。色透罗帷，已是更深时候，仲有边个敲门呢？大抵是雨打竹帘风摇铁马顶啦。咦，把声咁尖锐噶啦，女人声嚟噃。啊，梗系小道姑送茶问暖顶啦。啊，阿苗府师姐，夜啦，唔使啦，你早啲翻去唞啦。公子，你点上得嚟噶？
我同你素昧生平，点解你识我嘅咧？吓、啊，刘公子，你唔使问我点入嚟嘅，素昧生平啲我相逢梦里啦，相逢你何必问相识啫，刘公子。哈、啊，真系奇啦！本来不明来历，避之则吉嘅。不过佢意态撩人，我又何妨步下方远看他一看呢？原来是你讲啊，陈你话句轻啊浓，讲三轻啊浓啊讲三，莫非冷烟蔽月嘅话，他呢月中景致迷啊途迷途错怪。你连家都冇噶，我无家可归噶我。唉，世间女子哪有无家之理呢？哦，莫非是你？相公，你何苦儿语儿云，惊风怕雨呢？我来自画中噶。吓，小姐来自画中？系啊。莫不是画里真真？你唔信睇下啦。各位有差，你是我妖兽的一般貌似花，丹青仙姿的两潇洒，你冷天冷月爱玉霞，笑话月亮圆滑，就共丹青的花鸳鸯帐内知你一片冰清，不是乱红衰柳啊！咁到底小姐你，公子丽娘亦有千金家，我系出自皇堂太守家，劫如上机。梦游远，哦，我记得啦，好一句惊梦游远，一段丹青华恋。
然贫啩？唔系，孔祝亲生都会来嘛？梗系太守堂中不容白衣嘅女婿咧。居处则自然无人敢问啊！醒牙床，书梦尘封，残雨叹。古话花径都不曾缘客诉啊，待郎才知。情花我未成名，终也是啊！老罗，我都肯定唔系咁嘅意思，你一啲都唔明白佢，你误会咯。好啊，你讲啦。咁你听住啦吓，灯已灭，灯已灭，缘已绝，缘已绝，待等君来临受遇，待等君来临受遇。如今仍是半明灭啊！如今仍是半明灭。你谂下，哦，什么秋灯，什么夜雨。尽是闺门相春之句，我唔系几明白噃。小姐，乜你个人咁聪明，连咁少嘅你都谂唔到呢？你谂真下。好啦，灯已灭，缘已绝，待等君来临受月，如今仍是半明灭。哈，书斋都灯已灭啦，点解仲对留情不？令你一生又好似残留月，哼，一定是个坏鬼书生发寒热就顶啦。如果唔系呀，就梗系收埋个道姑响里边谈风雨
好，等我阅你一阅啫。若果真有奇说，你都几难走脱。开门，开门啦！我认得系陈老师嘅声音啦。弊啦弊啦，陈老师你啊，小姐你快啲回避下先得啦，唔系俾老师入嚟见到你啊。我哋两个都唔得了噶，你系一个上角嘅千金，我系一个骆驼嘅秀才。如果俾人见到啊，真系惹人笑骂。你唔使惊，好心你咪咁傻啦。睇下冷月亏人，秋灯放亮，避无可避，逃无可逃噶。你就不如就索性我开咗道门啦。开门，开门，唔得噶，唔得噶，开门。就嚟，就嚟，就嚟，就嚟啊！一开咗道门，佢入嚟见到你啊，知点好啦？点解你仲咁镇静噶？男女授受不亲，何况斗室又欢，甚于瓜田李下。你快啲回避下啦！唔怕嘅，我见佢，佢唔见我嘅。点解咧？又你见佢，佢又唔见你嘅？唔系，因为佢苍苍白发，老眼昏花。你快啲开啦！仲唔开啊？我撞聋嘅都听到有女仔声啦，秀才，如果你仲唔开门，我就撞门而入。嚟，就嚟，就嚟，就嚟，我开啦，我开啦。秀才，你干得好事啊！万哥，你遮住我做咩啊？冇嘢啊，我哋战争下。我明明见有一个影子在你身后。点知照得嚟，佢好似一缕烟咁化咗入去丹青里边啊！喂，秀才，点啊，老师？到底梳帘上挂住嗰幅系咩画？吓，呢个老师啊，其实我都唔知系乜嘢画嚟噶，你自己埋去照真下啦。明明有一个影子，咦，连生入狗，莫不是古画成精？等我埋去睇过啫。咦，阿老师，阿老师，点解你见到呢幅画会喊嘅咧？忍不住中横老泪，星妻爷啊！丹青画的是丽春花，你几时偷入佢嘅灵台下，盗取苗容挂在啊！柳梦梅，阿老师，我以为你系一个孙秀才，系啊系啊，原来你系一个脂粉侠。冇啊，你千不该万不该盗取小姐嘅苗容，挂在梳帘荔枝上。你既然道德廉容，自然勾三搭四。正话我明明听见有女子之声，如何不见有女子之面呢？唔使审啦，你都更系收埋个小道姑啦。阿老师，你千祈唔好冤礼我啊！你照真下得噶，边度有小道姑呢？我冤礼你？系咯，方圆无人。咁莫不是楼中有鬼？有鬼？唔系嘅，我冇冤礼你。假如我有冤礼秀才，我就甘受雷劈天打。除咗两个道姑系女人之外，太守衙内何处更有娇啊？旧时都仲话有一个道小姐丽娘，可惜佢已死了三年啊！吓，死咗三年啊？系顶啦！三尺铜棺已怕随风物化，方圆更无红粉在，莫非天女无由夜散花？哎呀，都系走为上着啦！什么灯已灭，
缘已绝，原来你是夜鬼回牙呗。夜鬼回牙使扯嘅，黎娘系鬼也不应怕，我何身惨啊换啊黎娘向你骂，你为我是香家少镜花。情缘，你是为我而死的，唉，我又何忍独生呢？我与你生前不能结合，或者死后都可以成为夫妇的。待我步上南楼月亮之尽，哪怕阳间难配偶，地府都可成家。我当年收的落花经闪而亡，又行得十殿阎君，犯念姻缘无差，说明我共你先有幽欢，后成命配，所以西登鬼录都有事未选人生。今日我阴数已尽，阳禄将回，流浪夫。你若能在明日未过神坛，话谁同官？我共你都仲有姻缘嘅情分嘅。唉，丽娘妻，唔系嘅，你不过系呃我，你安慰我嘅啫。一个人死咗，哪有三年复活之理呢？流浪夫，我冇呃你嘅。我尚有丁玲愿君寄取，君既以我为妻，明日就是我三年的死期。你万不能过神坛时分，神坛时分，否则过了明期所限，须今生亦无重见之日矣咯。我知啦，你记住啦吓。丽娘
娘妻，系娘妻啊！我梅花树下，呢度系啦，吓，等我敷下啲掘先得。秀才，秀才，你着了鬼迷，抑或发了疯癫？你偷佛清坟，被人哋睇见就要拉你去官衙问话。阿苗妇，而家你问我乜嘢，我乜嘢都唔识答你噶啦。几时知系神牌时分？希望你提点一下，最紧要准确无差啊！秀才，日上牡丹亭国就是神牌时分啦，你做乜嘢啫？唉，风云已在阳台畔，待我马睡同欢再换他，我拜一拜佛那如来。为我拖延红日，莫使停鞭呢话。快啲帮下手啦，苗妇，唔出嚟啦！世间上哪有死后三年回生之理啊？噶，而家红日就嚟到牡丹亭阁噶啦。哦，红日上牡丹亭阁啦！哎，丽娘啊，丽娘，恨无血浪去屠杀。无力话惊心红人话平雅，不若闯此碑前，不罢还须罢。苗妇言之有理，不知小姐可否同意呢？好啦，苏堤华放花烛夜，月娇堂前寻觅欢雅花，望一个雁塔明楼。白云庵居住，便以啲官府查问吧。啊！等我点着啲元宝蜡烛嚟拜下你啫。哎呀，成个跌喺度，啦一声，好彩唔怕跌亲啫。喂，点解？点解嗰副棺材系空噶？啊！
娘的尸首都抌埋落莲塘里边，莲塘里边是通大海的。哼，除了好鼻好貌生沙室那个穷秀才柳梦梅之外，还有哪个咁狠心短命啊？好，我即刻去南楼找着他游志可，如果找不到他呀，我就奔上淮阳向老太守报名一切呀。妙容配影出到眼头眼又是空走一回啊！唉，老罗，横掂迟早都系会中噶咯，你使咩长遮短叹呢？在苏堤半读秋灯，其实我个心已经非常稳定噶啦。你唔知噶啦，丽娘，假如冇咗呢一段在世姻缘，我三年唔中又系咁，三十年唔中又系咁啫。有咗呢一段在世姻缘，我仲迟一日。都累你挂系亲情噶，老罗，我知道你待我好好，我有一句说话想同你讲啊。你有说话就即管讲啦，丽娘。见你父母啊，得嘅。眉满清呢山不就上啊清，眉脱寒啊原先呢傲星，眉啊梦啊。
你估我爹娘会点待你呢？嗱，你听我讲啦。丽娘，咁我就去啦。落你去淮阳，我的令你要细听。宰割应成龙，当有冤冤情，你莫愁无证物，我留得又丹青啊。你吩咐嘅，我样样都记得晒噶啦。嗱，我去啦，吓、啊。刘郎。丽娘真啊重啊！淮阳仲有金堆玉，点知归乡长伴爱女。连风箭那玉芙蓉，不见成缘残灯影啊！啊，春香啊，唔经唔觉都行到咁夜啦，你睇下有冇茶水，你杯我饮下啦，春香。夫人，驿馆风凉，唔使讲都系冇茶冇水噶啦。呢，好在对门人家。
仲有少少灯光透出竹篱之外，等我过去借杯茶翻嚟俾你饮啦，夫人。哦，你俾啲礼貌至得噶，春香。我会噶啦，夫人。开门啦、啊，世人娇慢。唔该你等阵啦。呢、这个大婶咁斯文，大抵都系施礼人家嚟嘅。我春香都要执翻旧日小姐多少牙慧，抛其几句。得啦得啦。世人娇慢，是过路梅香，向大婶唱其万福。此刻虽可望回，无茶难将药服。可怜百里而来，行到夫人土谷，方便乎方便乎。这个梅香都几风趣嘅噃，不过半夜三更，我万不能以色上士人嘅。好，等我半掩离门，至递茶过去咋。太子，你等一阵啦。好啦。哈，点解佢把声好似我哋小姐咁嘅？大姐接茶。鬼呀、啊、鬼呀、啊、鬼呀、啊、夫人，鬼呀、啊！小姐嘅鬼出现啦，夫人。吓、啊？春香，你都傻嘅。小姐是安枕而死的，边处有鬼啊？就算是有鬼，都是出没于南安，誓不会出没于苏堤夜静。你呢世人正是过后谈神鬼的，你想为我饱受虚惊咩？乜嘢叫过后谈神鬼啊？夫人，小姐嘅幽魂啊，而家仲成屋企喺竹篱门之下添喎，你睇下啦。丽娘你、啊、娘亲啊，丽娘，我都知道对你唔住噶啦，你梗系怪我在你死咗之后都未曾设坛为你招道，所以致令你死后孤魂无定。娘亲，是鬼之不敢扰其亲，是人方敢从相迎，可怜山在云之余，苦道如今。再复命咯！吓、啊，丽娘你仲系人嚟？如果你仲系人嘅，你就一年叫我三声亲娘啦，丽娘。亲娘，亲娘，亲！哎呀，真系鬼嚟啦，鬼嚟！我在阳间为你肝肠断，你不应再使娘心饱受惊啊！归去南安再设坛，你出没反招人话兵。苗府乜连你都死埋啊，又多添一只鬼咯。夫人，苗府未死，我正在同人做完法事经过啫。苗府唔系鬼，丽娘小姐亦都唔系鬼，我呢个苗府敢作回生证啊！我目睹潼关开处，还闻倩女复活情形。哎呀，系真嘅，阿丽。看你已是妇人装扮，莫不是你已有夫家？是啊，娘亲。丽娘，你自小诗书熟读，都是知乃识马情，虽知你父数重家声，你都要将他转衙境。感慨恩情啊！
岭南柳木梅高中第一名进士，钦点状元。哎呀，老龙已经高中了，娘亲，老龙昔往华阳未能叩拜，不如请入草堂，容女儿万说回心情敬好吗？你错了，你父一生严谨都并不如我慈祥。天明时候你共阿春香赶返华阳，我睇衰年老都唯有慢慢回程啊。全书评策略，准备梅林之席见呢同袍啊！一杯太平酒，能解几多愁？解不了老怀妻夫啊！杜老太爷，陈斋长。不言一旦相逢，何以顿足捶心，连天叫父老太。小余生读书七十年，受恩只系一次。我秉承老太爷以施礼全家之德，打你梅花庵半灯油火蜡之事，唉，点知到头来小姐一样无辜啊！老东红。你都越老越糊涂啦！丽娘盖棺之时，物集千叠；盖月之时，地心一丈。念时系清白之躯，又点会蒙污于汉袍呢？老太爷，你越老越想唔透啦！物集千叠，破棺即位啊！地心一丈。发掘就即起啦！而家有人破棺发掘，小姐尸骸已不见啊！唔好讲其他，俾人抱过下、揽过下，都系唔得清白，一样污糟噶咋！陈斋长，你可认识道观之人？余生认识，认识是谁招引得来？生知道人得落害嘅吓，老太爷用品，我想话道观之人有一直漏水，非也一抹寒光大笑，莫谈花语了功夫，有一个事。
是平丈夫叫客携来三分傲，停腰从整破衣袍，好待香还唱礼姑爷到，好待花径红用十丈坡。花含笑草低头，更闻起着庭前草。哦，呢位公子到此寻觅何人啊？啊，门子大哥，哦，你唔好咁大声啊！我是你哋老爷嘅新女婿，是你哋嘅新姑爷嚟啊！嗱，同阿弟张灵帖入去啦。咁啊，你等等先。开禀老爷，门外有一秀才迟切求见，佢话系老爷嘅新女婿，系我们嘅姑少爷。拿嚟而家，岭南柳梦梅。生道观于前，求见于后，定然有杀骗之想，我要得取道观证据，将此人问斩之罪。他入门之时，你先掩其面。门子，啊，你要三步一躬，五步一拜，切不可惊蛇打草啊！明啊！啊，乜咁耐噶吓？莫非真系有十二香还堂上列，十丈红绒向地铺挂？有请公子。外府大人在上，细柳梦梅叩头啊！柳梦梅仔，我共你素昧生平，缘何巨清庸世？何况我单生一女，死了三年，生前未曾立彩受礼，更未闻佢有情郎相好啊！到底你见过丽娘未？外府大人，零千金丽娘与我共枕同床，焉有未曾认识之理？如非认识，又何处得来此丹青画图呢？又，哈哈，这个大胆盗坟贼，今日送上门来，有道是捉贼拿赃，引来，将刘生上锁。慢来。啊，乜你当我系贼啊，外父？柳梦梅只为报喜而来，老平将不应，因将仇报，刑狱斯文，汉将起来。哦，不是你有嫌贫之意啩？喜从何来？若问喜从何来，岳大人请啊！掘破剑，同牙关，拖出月花艳，便是兵。苏堤为宋。
匆匆，翻花垂着状元袍，开花不见新科状元，圣旨逐元皆沉叫，全命名罗欢啊！可有新科状元柳梦梅？可有新科状元柳梦梅？啊！新科状元在此，新科状元在此啊！此小鬼冒认状元脱身，斩罪斩罪！不平章里边咁嘈的吓？阿苗老师，阿苗老师，快救门，伸一救啦！哦，老平章，你不已养成天子重才之心，翻嚟考打新科状元，枉你身为宰辅咯。谁是新科状元啊？岭南柳梦梅啊嘛。苗大人，哦，吊在天窗之下，乃是鬼灵精，盗坟贼。凡为状元者，定有登科记为证。你有何凭据，莫把文灰错认强徒啊！我奉旨临轩察事，自有登科记在此。君驾，快把状元解下，否则便向朝廷回报啊！乜病秀才又系佢，盗坟贼又系佢，啊新科状元又系佢，送房啊快啲送啦、啊！旺旺星月，祈祷抗命符。后堂官，快把衣冠呈上状元参花赴庆临宴，有请状元。啊平章，老平章，你认女使唔认啊？唔认。如此说，他要赴宴亭林，请阿娇。陈斋长，我行年六十岁，为官三十年，从未有今朝之辱，我自会将你荐任王门之职。耍听取吧，人死一年就变鬼啊，两年就变鬼，三年投胎，四年又做翻人，人又做翻鬼，鬼又变翻人啊！小姐，鬼魂出现啦！小姐，鬼魂出现啦！鬼魂现在何处？谁无父女不育之情，谁无愧隔阴阳之痛，我施礼全家，盖棺有玄璧之师，今日鬼魂破阵，尚有垂怜，我还需上节奏明天子，扫除妖啊！
半生冇犯啊！歹，万岁爷有旨，杜平将与新科状元上殿。大人拜一啊！谁是你岳长大人？哦，平章老先生有嚟。切，点到你叫平章啊？哈，有亲认亲，无亲认你。若不是我外妻敬岳长，也不在你跟前再拜。切，只用我重认你这封藏世。除非日影向那东堂啊，叫我高薪拜匠人，除非银汉同浮双下月亮耶。三呼万岁，万万岁啊！平身谢。你认为丽娘是鬼的抑或是人啊？主上，我认为是鬼魂翻起全台浪啊！老梦梦，咁你认为丽娘是人的抑或是鬼啊？又，我认为是仙女回生，太受一堂。老梦梦，到丽娘衣冠朝见，领阿姐。上殿啊！金殿梳理翠牙光，霓裳新艳如炉香。全台内从今天日拜君啊王，臣接到平章之女偶状元之妻丽娘见驾，愿王万岁万万岁。平身是为收花之用，实有若不临风之态，是鬼不能当遇道，上今皆是人，又何必惊惶万状。主上，臣妾已死三年，还阳才百日，仰朝天子面，我宁又不惊惶。杜丽娘，照姑看来你信非鬼物，花能复活人间纯精，丽娘既属人身，似你面朝外跪，将前亡物化之情奏上，以释平章之意，逐天伦之外啊。主上啊，I'm sorry.
又如何自是呢？像啊，情深啊放啊，祝断人啊唱，笑死也无家，面老啊红，梦老啊先知啊，立会也红，福气也臭也歪。
爱生花，杜平将出班认女。爹爹，你认女同埋女婿啦爹。如果你唔认，试问你百年之后清明时节，边个替你扫墓呢？爹爹，行开！来世家风头清白，死后何须换住香啊？要我认世有何难？且待银看同胞相月亮。啊！佢有心错转前功恨，我更无以为妻惹祸。难在功身败上人，当初银看同胞相月亮。呢句说话你冇讲错到啊！咁对阿爹讲就得啦，你去啦。啊，丽娘，我样样都可以依从你，但系呢件嘢，我唔得喎，我唔依从得你啦。老罗，咁呢件我点做啊？唉，好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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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拜见岳丈大人。老王们，仔，你见否楼头有双喜月？唔见噃，唔见噃，吓、啊、你唔见咩？系我见噃，喺边处啊？一在天之涯，一在水中央啊！空明令你一个丽娘儿，夫妇双双好难。天伦重聚金阶上，一双喜月。